的口红就这么的脆弱吗？好干净哦！你是不是很爱化妆，跟我一样，一天不化妆会死？但是卸妆就很麻烦，然后卸不干净就脸上长一大堆阻塞毛孔。说真的，英国卡特华菲专用，而且180英国制造，快速卸妆，而且呢温和不伤皮肤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够轻松让你卸掉你脸上的彩妆跟化妆品。我们来试看。哎呦，迪奥的口红就这么的脆弱吗？哇，容易卸。你看我刚才画了几十层，你们自己有看到？最重点是皮肤敏感的人都可以用，好干净哦！天哪，我一张用到完，我都没有把第二张出来，全部都粘在上面了。你们看，它的布呢非常柔和，而且完全不伤肌肤。而且为什么卸了之后我都还没洗脸，就有这种感觉，它滑滑的感觉啊！这一张我都还没有用满呢，就已经把我这个大浓妆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。如果你想要保湿肌肤的话呢，你可以选用综合性皮肤的，刚好是有保湿的作用。如果你皮肤比较油的话呢，你就要用这个碳的，它有去油的功效，非常好。如果呢你是有满脸的痘痘肌的话呢，就要用这个茶树，这个茶树是可以适合我们的痘痘肌。像平时我出门旅行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带上它们，一包丢进包包里面就可以带出门了，好保湿哦，太好用了。